我们就暂居成都，没有定居成都，暂时住在成都了。就是定居成都啊。啊，我老婆说了算，家人们。超过一年都算定居。我老婆说了算。咱们至少在这里待，你毕业吧，我们都得好多年了。星星已经生龙活虎了。轻重。扔灯牌可以啊。You 不需要跟任何人 everyone 直播间亲密度。It's okay. Okay. It's okay. 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的灯牌要换成喵喵喵了啊，喵喵喵。我们要换一下我们的灯牌了。修改成功，待审核。喵喵喵！喵喵喵！喵喵喵！脏脏怀念山东的饭吗？怀念。怀念的是山东的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。我怀念的是。一起做梦。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，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美的忧愁，脸弯的胸口，谁忘？谁记得？我想哭，谁忘了那就是承诺，谁自顾自的走，谁忘了变成，谁要动我的心，谁忘了那就是我。家人们别羡慕了，我今天给星星买了一个吹风机，我去买的，星星付的钱，但也是我买的，是我挑的这个头，他就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硬拉他进去的。你说实话，是不是你自己想用？怎么可能？那给我老婆用的，凉拌猪耳朵，我最爱吃的凉拌猪耳朵。好好吃啊！好吃吗？很好吃，我尝一下。好好吃，它调了味儿也很好吃。哇，好好吃，好吃！这猪耳朵好吃的。嗯，我真的，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猪耳朵。嗯，嗯，这个味达美没白没少放。好便宜啊！面还没上呢，这玩意儿。这两个菜，咱们在青岛吃的时候，光这两个菜就60。还不算咱们买的那些面啊，我们俩以后要经常下来吃了。嗯，我的妈，真的好香呀，妈妈，那很好吃啊，好吃的我想叫妈妈了，真的好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不觉得吗？嗯，星星最近都几湿疹啊？啊，不辣，真的不辣。星星最近，就是我们俩就说得吃点辣椒，因为有点湿，还是有点潮湿。能加面吗？你晚上饿的时候可以再吃，再来吃一顿吧。嗯，不用加面，不用吃很饱，吃饱了就可以了。但是我感觉像没吃，因为它很辣很香，所以你觉得感觉像没吃饭。没吃，但是你待会儿就饱了。在这边一定要吃辣椒，因为太湿了，我的腿上已经起湿疹了。